没啥啥事了，咱走吧，行不？现场发生了怎样的状况，让振华老师直呼要走？这道护眼早餐几分钟就能准备好？哎呀，这个听起来是，哎呀，快说吧。就是其实可简单了，可简单了。今天的节目让铁峰老师带您吃出营养，更健康。健康饮食，服从口入。大家好，我是王振华。首先请出大家的老朋友，中医养生营养师铁峰老师。振华老师您好。铁峰老师好。同时欢迎我们两位健康观察员。哎呀，我感觉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这都没空手来啊。是啊，咋样？这几样都是我带来的啊。你看老铁，你看啊，这回莫凡有话说了，是吧？但没办法，谁让咱空手来了呢，是吧？对不对？今天这不一样啊。但是我也没空手来呀。我也没空手来、哎、不是扯理了。这你说的这怎么说的呢？你说的你看看这事儿，你看铁峰老师带更高级，带匣子的。阿姨，你没觉得这里有事儿吗？肯定是事出反常必有妖。对，我跟你说，这就是铁峰老师跟莫凡他俩挤兑咱，这一会儿来对不？没咱啥事儿了，咱走吧，行不？不是，挤兑谁呢？不是你，之前你告诉一声，哪怕对我带根麻花来了，咱也买点儿啊，是吧？对，咱也别，阿姨，你就别跟他跳舞了，行吧？不是，是这样的，华哥，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准备给您的惊喜。不是我生日过完了，不是前两天啊，咱们喝茶的时候，不就聊到小时候吃那糕点，对吧？聊到这，当时你就说，你小的时候吧，也没吃过这些东西，那是吃的少，不是一口没吃过，少特别少，就咱俩老有这个代差的时候，我就心里过意不去啊，我就想帮您圆圆儿时的梦，听明白了吗，正华老师？大家伙想着您，不是挤兑您，今天就给您一个意外的惊喜，圆一下你小的时候没有吃糕点的那个梦想。怎么样，我们仨的这心意管够？哎呀，我的妈，这给我整的，哎呀，是真的吗？有点感动了，是吧？这样，那个正华老师，这不两个吗？我跟潘阿姨留这个小筐，这大筐给您拿过来，怎么样？谢谢，您管够吃啊！谢谢啊！哎呀，我这要搁夜市里这东西，哎呀，这是卤果，这叫是吧？对，这边摆一摆，这叫卤果，这是我小时候的最爱。卤果那是5.6的，4.2的，是。这是我小时候逢年过节那啥，这是糕点界的天花板。天花板，对，这叫牛舌饼吧？牛舌饼，小时候吃过，是我们家自制的，没吃过这，就是我妈用那个粘米面烙的，形状跟这一样，但是这小时候叫牛舌饼吗？叫牛舌饼，小时候也叫啊。我们那也叫牛舌饼，但是真正的牛舌饼没吃过。是，哎呀，太好，姜米条，绿豆糕，不吃啊。不是我舍不得，我留着过年吃。来看这个，哎，这了不得了，这是北京的糕点，这叫大八件儿，是吧？什么有枣泥的，还有什么？哎呀，这叫山楂的，哎呀，这是了不得，这北京，是吧？这得是当年谁家有老人，有个喜寿事，那边说去，我给拎俩匣子去，俩这叫果匣子，这可不止八件，现在，现在真是那比以前好太多了。而且现在像这种东西，过去没有，没有这个，以前没有这个，这是后期发展了。过去就是这种东西，它就是馅儿不一样。所谓八件，它就是八种馅儿。现在种类多。现在种类多。你没说这绿豆糕呢？这我为啥不提它？为啥？我就提我有点害臊。怎么着了？因为啥？我就小的时候，我有一次上这个同学家去串门，他爸爸是个劳动模范，去北京开会啊，回来的时候正好我在他们家玩，人家就回来了，回来了给孩子带点东西嘛，我在那过去的人家开始就拿出一个这个来，这一块3/7啊，掰开了，把7分这块给我了，哎呦，特别长，拿吃，但是当时咬不动
啊，它咬不动，我搁嘴里，哎，到嘴里面慢慢它化，嗯，对，化完了我就给吃了，就特别甜，嗯，特别好吃，嗯，但我不知道它叫什么，嗯，就吃完了终生难忘，不知道叫什么名儿，老好多年我就惦记这个味道。但咱们小时候那绿豆糕吧，不像现在又松又软的，那时候梆硬，对，梆硬，啊，然后我也不知道它叫啥，后来我进城了以后，嗯，就我就突然间有一在小副食店看着了，嗯。我也不知道它叫啥，我就感觉我小时候我感觉它是个积木，是个木头块儿，就是那时候想，那你这时候老想着那当时吃那木头块儿那么好吃的木头块儿，就不知道，最后了也不好意思打听问呢。好在那个时候柜台旁边有个标签，嗯，是吧？这边写的月饼多少钱一块？对，就是。然后我问人是啥，为什么呢？有标签我还问人这是啥，我对不上号啊，那些人写绿豆糕，你说这玩意儿它也不绿啊，对对对，最后完了正好有个老邻居，我说你没买那个呀，完了那绿豆糕啊，那老头嫌它甜，我才知道它叫绿豆糕哦，嗯，哎呀你不整一块儿啊，哎呀哥，哎呀，嗯，跟你小时候味道一样，我来一块儿，那你他不吃我不好意思吃，是吧？哎呀，这说不了话了，一会儿不一样，是吧？你看我小时候吃那个，嗯，现在嗓子就呼上了啊，哦，嗯，那个好，嗯，咱小时候要这么一块儿的话，嗯，得搁水里，搁嘴里拿口水，嗯，阴半天才能化，嗯，怎么那么硬啊？还哎呀，都不知道放多长时间了，嗯，哪有刚做好吃的，哦？没有啊。就是我记得啊，就是我们小时候就是吃这个点心啊，嗯，我们家有一个什么呢？就是方便条件，因为我姥姥在北京，嗯嗯，我姥姥在北京，我姥姥经常到沈阳来，或者我们老经常去北京，嗯，所以那个时候北京的点心比我们就近了一步，人家用纸盒子，嗯，那种长的那种纸盒子装的，嗯，那个时候就觉得北京的点心简直是太好吃了，各式各样的。但是这个北京拿来的点心，我们很少打开的，连我奶奶都不行吃。为啥？那得送礼。对，哎，得送礼，就不能自己都吃了。我这急的我直跺脚，我得跟你们说说我的经验。我跟你，我把你是不知道啊。哎，这两位哈讲的这个事儿，就是我那比他们小几岁，那个。我那个时候就比他们那个时候可能条件要更好一些了，或者说咱们同一个时期，但我小你们大，你比我们懂事儿，但是我们经历的感情是一样一样的。你看我是生活在城里头，那个时候吧，我记得我那时候79年，我刚上小学呗，就这么高呗，那家里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有高低柜儿，五斗橱有高低柜了，然后也是过年过节，因为我父母都是医生嘛，那个年代听诊器方向盘呢，是他有人求你啊，他过年过节有人给你送礼，对，你看看人家不是就送这种你说的京八件，对，是没有送一盒的，对，有两盒拿牛皮纸绳啪啪一扎，对吧，扎完了啪拎来，这是好礼，往这儿一放，客人唠两句嗑走了，那时候都是单使，客人在我跟我哥也在创上眼巴巴瞅着呢，啥时候走啊，不走不能吃啊，是，结果走了之后呢也就打开看一看，也不能吃，是，要是条件特别好或者我妈心情好的，可能会拿出一块来，啊，两块呢给我们哥俩一人分吃一吃，像您说那样马上吃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为什么要留着，对，因为我们家也要走动，对，也要送礼，是，花钱很贵的都舍不得，这就是留送礼的，对，然后这个东西放哪呢，那小孩你想啊，那嘴馋，你放哪他都能闻着，对吧，放在高低柜的最上面那栏，那个高度对对我来讲就这个高度啊，丑的，那得拿个凳子垫脚才能上去，但是就那样式的我们也能把够下来，关键是保持序列原样不动，就你看不出来动过，这是一个，还有刚才我就看这个你知道吗，就这个那时候是两层，不像现在这是四层啊，这个糕点是最适合偷吃的，为什么呢，弹一弹，它有瓣儿你知道吗，它有瓣儿，把底下就拿出顶上这一块来，把底下那个掰一半，一半一半隔着掰下来，掰成齿轮了，对，然后我跟我哥这不都分着吃了吗，这一半呢放底下，把底下那拿上来放底下，这样从外面一看都是好的，知道吗，
过几天，我爸拎着卡走了，拿走了，这就彻底无缘了，没有了，再也见不到了我的糕点，这是枣泥的啊，再也看不着了。谁能想啊，第二年过春节，盒又回来了，我怎么知道呢？因为我打开之后把底下一拿着，一看那大雪棒在这儿呢。对，这可不是凭空杜撰，那个年代家家可能都能遇到这事儿。对，这是为什么都有这个故事，普遍现象啊。哎呀，挨打吧，我爸都不知道，都不知道，那家收礼那家都不知道，对，那能挨打吗？他都没拆开，对他都没打开，你还原封不动的给你拿回来了。这是一个过年礼尚往来的周转道具。几乎没有人舍得吃它，我觉得。然后这个呢，在大部分的这个吃的时候少，就主要用于吹牛。就我们村又有一个人嘛，没事就，那我跟你说，我估计他那个道具搁那揣有长时间了，有些时间他就不吃啊，就展示。然后说过去，在那个时候困难了嘛，就是特别困难时期，他家好像富过，他就说这玩意儿，我过去吃那玩意儿，我这么吃。现在完了，现在我都得这么吃了。你知道这么吃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不怕掉渣，不怕掉渣，就这掉点无所谓。这么的，就是这个吃完之后还得，哎呀，说相声千万别惹说相声的。哎呀，老铁，以前我有一个疑问，今天你给我就解答一下，好不好？这个东西它叫蛋糕。对啊，它里边真有蛋吗？你问的问题我也曾经想过，咱小时候就那个蛋糕里，咱就找掰开看，这里没有鸡蛋，鸡蛋哪去了？但是真有鸡蛋，它是在和面加工的时候，它得打一定数量的鸡蛋和面粉混在一起，再加上糖啊油什么的，它才能做出这个样来，是有鸡蛋的。但咱以前以为蛋糕这里边不得包个鸡蛋黄啊？对对对对对，是这么想的。你看着没？你看都是一样，都想到一块儿去。我不问蛋糕好了。那个老婆饼里有老婆吗？这没法回答。我照着这牛舌头，我这里头。那个，但我想起这么个事儿来啊，咱别上来就说蛋糕这那那这的啊，差不多了，我现在太馋了，赶紧做完这期节目，我要吃。这个我想起来一个事儿，最近呢有好多观众朋友都来问什么，都来问护眼的问题。对，说护眼吃什么？您刚才说这事儿，我想起，护眼吃鸡蛋合适。护眼吃鸡蛋，吃鸡蛋。我这些年，尽可能的保证自己每天早餐的时候吃一个鸡蛋，连蛋清带蛋黄，这个如果我有段时间早餐的时候不吃面包，你吃这个槽子糕，吃两块糕点，配一碗鸡蛋糕，热热乎乎的，你甜味儿也都能够掩盖一下，而且现在的糕点呢，甜味儿不是那么突出了，对对对。哎呀，这个太好了哈！这个空嘴吃这东西太干巴了，你赶紧教教我们，明天早上我就像您这么吃。这就还有啥了？这档次是有区别的啊！这我这就给大家说说啊，鸡蛋里什么营养它对眼睛好？就搁蛋黄。鸡蛋黄是一定要吃的，有很多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，说鸡蛋黄不好，吃鸡蛋黄胆固醇高，对，不对啊？这个鸡蛋黄里有很多营养物质，说对眼睛好的那叫叶黄素，叶黄素，叶黄素，叶子的叶啊，叶黄素为什么对我们眼睛好呢？我们人能看见东西，是因为眼球底部这里面有个神经，神经区那个地区叫什么？叫黄斑区，黄斑集中呈现了人类90%的视力，而黄斑为什么是黄斑？它怎么不是黑斑？因为黄斑里的主要物质是叶黄素，所以它才叫黄斑。这个黄斑非常重要，成像，如果没有黄斑，我们什么也看不见，是无法取得清晰影像的。我们看的眼球所有收集到的光线，最终聚焦核心在黄斑区，但是黄斑呢，它常年受强光照射。什么叫强光？自然界当中啊，从红外光到紫外光中间这一段，是适合我们人类接收的，再超过这个波长我们就受不了了。这个蓝光现在无处不在，什么是蓝光？所有的屏幕都发出蓝光，
为什么要吃叶黄素？就是因为叶黄素能够营养黄斑，保护我们对抗蓝光。哦，如果我们一直在蓝光照射之下，视力会极度的消耗，急速的下降。没有叶黄素的保护，人类的视力会很快的一点一点一点直至失明。所以这叶黄素非常非常重要，大家现在记住啊，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，叶黄素能补尽量补。这些知识以前没有，只要你身体里的叶黄素始终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浓度上，那就等于我们的身体给自己戴了一个隐形的墨镜。哎，胖阿姨、郑二哥，你们记，你们能不能想起来？就你们小的时候，70年代中期的时候，你们应该能接触过墨镜了吧？对，是啊。墨镜镜片什么色的？好像黄。对，黄了吧唧的那种啊。就你看那片是黑的，对，但你戴上，戴上你看都是黄的东西。对，你看白色的地方，它是黄色的，对，棕黄色，也叫茶镜。对，是茶镜，这才是正宗太阳镜啊！不，先进了啊！不是，又聊眼镜去了。是，咱不是吃东西吗？咱早餐。以后咱就整护眼早餐，哎，咱就做这个行哈。哎，莫凡这个提法对，护眼早餐。以前在节目里说过，说玉米里含有叶黄素，玉米不光有叶黄素啊，还有 B 族维生素啊，维生素 B 族啊，这个维生素 B 族也能滋养我们的视神经，也是一种重要的营养素，它能够保护我们的角膜，能够滋润我们的角膜，它能清洁抑制细菌，你那角膜天天跟空气接触，它怎么不感染呢？对不对？因为有这个 B 族维生素，眼干眼涩的人，长期视疲劳的人，或者很容易就视疲劳的人，他身体里的 B 族维生素一定是缺乏的。那么怎么办？就得适当的、有意识的去补充，来预防这种现象。所以说，维生素、B 族，再加上足够量的叶黄素，这叫1+1=2。30年前哪知道这个呀？就是。现在这都是一点点科技发展才知道的，经验总结才知道的。把他们两个作为一个搭档放在一起，眼睛更亮，视力更好，能够降低各类眼部病变的发生，能够有效地防止老年黄斑病变这些眼病的发生。但是我们营养菜里，这两个营养素含量太少了。是这样，不容易保存，不够。我先给你们讲过，那 B 族维生素太阳光一晒，晒30分钟就没有了。咱们生活当中谁能做到这菜从地里摘下来马上就进嘴上？咱们这几个人里只有振华哥有这条件，人有缘子也分季节，对吧？所以说大多数普通人为什么眼睛老出问题，就是因为你这几个元素不能及时补充，你又不肯及时吃那些营养补充剂，所以要改变习惯。我今天呢可以先为那些眼睛已经出现问题的，或者是想要未病先防，有好好保护眼球的朋友们，有这个意识的朋友们，推荐一道老少皆宜的玉米蛋奶，营养菜，怎么样？经常吃也可以延缓眼睛老化。哎呀，这个听起来是，哎呀，快说吧。3个步骤，准备点儿。玉米面，哎，有一两就够了，准备1个鸡蛋，准备1杯牛奶，我说这是一个人的量啊，鸡蛋打到这玉米面里，家里啊要有50目的筛子，这个鸡蛋呢，你打完之后，全都打完之后哈，这打成蛋液吗？你在这筛子过一遍，过完这筛子之后，你再把这蛋液你倒到玉米粉里头。然后把牛奶倒进去，啊，搅成糊，搅完之后上锅一蒸，就行了。就是很多人蒸蛋，蒸熟了之后，这个蛋的表面是坑坑洼洼的，对不对？哎，尤其是我们这道玉米蛋奶，这里加了玉米面，你上锅一蒸，它也会坑坑洼洼，它就不好看了。我教大家，第一呢，蒸这种糕一定要带盖儿，要隔水蒸啊。现在也可以包上这个保鲜膜，蒸出来这蛋糕就像果冻一样了，啊，口感也更好，这叫鲜嫩爽滑。
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，添加栏目微信，输入护眼早餐，就可以收到这道营养菜的图文菜谱了。咱们来看看这个微信问题啊。好的，这位微友叫简单幸福，他说自己今年54岁了，现在眼睛呢总是特别的干，总眨眼睛，问他这个情况能不能喝点代茶饮缓解一下。可以啊，有个代茶饮，一果一花茶，果呢就是枸杞，花呢就是杭白菊啊，杭白菊散风热平肝明目啊，菊花里面维生素 A 含量很高的啊，对于眼球的健康那是有直接帮助的，而且一定要杭白菊啊。枸杞就不用我多说了吧，都知道对不对，滋补肝肾，益精明目，做法就更简单了，把枸杞跟杭白菊放一个碗里，小茶盅，弄点开水啪冲进去，盖上盖泡10分钟喝就完了，就这么简单。但有点注意啊，这一果一花茶呢就是给什么人喝呢，干眼症的人喝，如果这个人素来体质虚寒手脚冰凉，你喝这个不合适，可能会更凉，但我们有别的招啊，代茶饮营养菜，按摩熏蒸，那方法多了啊，具体问题具体这个事儿想怎么办，扫码全能搞定。好了，我这还有一位微友，他叫月月红，他说了，记得小的时候啊，天天吃鸡蛋，那个时候家里呢养了几只鸡，下的这个鸡蛋几乎都给我吃了，我妈说多吃鸡蛋长得高。现在呢我在外地工作，妈妈总是担心我吃的没有营养，就把家里的鸡蛋都攒起来，隔一段时间呢就给我邮过来。最近这两年妈妈年纪大了，眼睛不大好，白内障，走路也看不清，磕磕绊绊的，我挺担心的，我想麻烦铁峰老师，像我妈这样能不能给出出主意，帮她调理一下眼睛。就我突然想起一句话啊，就世上只有妈妈好，不管你多大年龄都会一如既往的牵挂着你，关心着你。老太太有白内障，白内障啊它跟衰老有很大的关系，而白内障是可以择期手术的，当白内障视力不足0.4的时候，就可以考虑手术了。手术没那么可怕，白内障手术是目前近乎完美的一种手术方式，它的手术目的是为了什么，不是把你那白内障给你治好，它是为了让你看不见的视力得到提高，它是为了让你看到东西，把那个已经浑浊的这个晶体给它拿出来，换一个干净的人造晶体，颜色可能会看得比较尖锐，不如人造的那么柔和，但是它能解决问题，所以我认为你没有必要担心，你随便抽个假期去陪老太太上这个，只要是正规医院门诊做这个手术换晶体10分钟就完了，也没多少钱，这个事儿完全可以办。但我想对你说几句话，这个白内障这个事儿啊，我们都躲不过去，我们都躲不过去，只要时间够长早晚的，只要我们活的时间够长啊，早晚都会有白内障。想用原装的晶体不？想不想不挨这一刀？要有提早预防的意识，要早早的补蓝莓叶黄素和 B 族维生素，要早早的戴上一个防紫外线的眼镜，保护我们的眼球。中国的老人，就我们这些年纪的比你们再大一点的，普遍没有戴太阳镜的习惯。对，咱们小的时候，正经人不戴太阳镜，对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说要有这个意识，防紫外线啊。已经发生的白内障，你吃多少叶黄素都不会好了。但是你没有发生白内障，你要一直吃叶黄素，一直吃 B 族维生素，一直用这个蓝莓叶黄素啊，抗氧化的这些东西，再加上有效的防紫外线，你白内障它就会很晚很晚的到来，是可以推迟的啊。我这还有位微友，名字叫温柔故事，他说上学时候吧，班里很多同学就是近视戴眼镜，但是我视力一直很好，就是最近两年说在车间烧电焊啊，特别刺眼睛，弄得他现在就是大晴天出门啊眼睛睁不开啊，看东西呢还模糊，然后他妈妈昨天跟他说了，说可以吃点这个叶黄素，让问一问您这儿有没有，说您这儿东西啊又好又便宜，
这位朋友的母亲呢，应该是在我们这儿参加过团拼。嗯，不过这叶黄素还真没有。这要是有的话，我都不用去外边买了，我也在这边抢。啊，对，我寻思你说要是有的话，我就给你送点。我的意见是，你让他先挑一挑。嗯，对吧？你最起码了解市场情况、市场行情啊。嗯啊，但是我要提醒大家，这个买叶黄素吧，最要紧的看什么？看含量。嗯，而且你要看它的组方。刚才我讲了三种东西。嗯，蓝莓黄素。为什么要提蓝莓？嗯，蓝莓它是花青素，它是抗氧化的。嗯，它是强化血管弹性、改善供血的，这是基础。嗯，叶黄素是丰富黄斑区的。嗯啊，保护我们的视力的，还有 B 族维生素，对吧？嗯，这三样要放在一起，搁一个瓶里头，嗯，价格要是一样的钱，嗯，这就算超着了啊，这样才好啊。嗯，好了，时间差不多了，今天呢，咱们就先聊到这儿。嗯。